包的人无怪太师庞吉，仁宗这才降旨。不过有一样，罚俸三年，这三年干活不开工资，干什么？把这钱没收国家，这是个惩罚。老庞吉捡了个便宜，归班站立。万岁一走龙袍，这才退殿。但是包公没走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有本上奏。哦，包爱卿有何本章？万岁，我把我娘接到东京来了。皇上一听，这多没意思，你接不接你娘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八宝金殿是议论国家大事的地方，你看你把私人的事还抬到这儿了。又一想，包公为国家立了大功了，那说一说也无所谓。嗯，让他高高兴。寺里仁宗点了点头，哦，把你母亲接进京城来了。是，要住多少日子？我娘不走了。好，既然老夫人不走，你要好好陪他老人家在京城溜达溜达。来人，赏给老夫人黄金500两，绸缎300匹，包青下殿去吧。包的人一听，嘿，赏给谁呀？这都赏给你亲娘，那不是给我娘呢？包的人连谢都没谢，转身就走了。仁宗一看挺不高兴，心说我的包爱卿，你那么大的学问，你这人好来的糊涂，你娘来不来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这是破例赏给他这么些东西，你怎么不代替你娘谢恩呢？连个什么话都没有，转身就走，你连点人情都不懂啊！皇上又一想，大概包公心里有事儿，把这茬忘了，算了，我也就不追究了。仁宗这才退殿。单说包大人回到府衙，先进佛堂见李国泰，等他到屋一看呢，包大人大吃了一惊。那位说什么原因？李国泰这眼睛好使唤了。哎呦，他挺纳闷，是怎么回事？仅仅几天的功夫，怎么眼睛治好了呢？一问夫人李氏，这才真相大白。闹了半天，这李氏夫人他们家就是大夫，他父亲是著名的专治眼科的大夫，祖传有偏方。现在这李夫人陪嫁的东西有个盆，叫古金盆。当然了，这里面有点迷信色彩，说什么样的眼睛用这盆泡上水一洗就能好，这叫欺骗人。最主要的，李夫人有祖传的秘方，什么眼病都能治。所以呢，在佛堂这儿，他陪着李国泰说话，谈到眼睛方面的事，李国泰详细介绍了情况。经过夫人的检查，认为试试看，配了祖传的秘方，把古金盆请出来，沏成药水给洗了洗脸，最主要的把眼睛洗了多少遍，哎，真给洗好了，和这俩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。当时跟包大人一见面，母子心里非常痛快。李国泰就问，上殿见着皇上了吗？包大人把八宝金殿的经过讲了一遍，李国泰闻听口打鼾声，让包公啊速想办法召集他母子团圆。包公呢挺起胸膛打了保票，说您就放心，把这事交给我，我自有办法召集你们母子团聚。包公从佛堂退出来，
回归书房，往那一坐，是低头不语。为什么呢？你别看他嘴那么说，我有办法，实质上连一点主意也没有。包公在想，这20年前的事，今天要翻案，不那么容易。倘若这些人一口咬定就不承认这个事儿，你有什么办法？这个事儿呢，还得办得巧妙，还得有这个机会，所以这就难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一天两天三天就过去了很多日子，包大人还没想出主意来。这一天，他跟红笔的师爷公孙策正在屋中谈论这件事儿，门上的人进来禀报说，安庆宫的宁总管求见包大人。包公一听就是一愣啊，这宁总管那是个太监，包公呢就不愿意跟这种人接近，素日无有往来，今日他到开封府有什么事儿？但是人家来了是客人，又不能不接待。包大人吩咐一声请，收拾衣服在二门这等着。时间不大，就听见有人笑着就进来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包大人呢，打搅您休息，耽误您的公事，洒家来也。包大人抬头一看，在面前出现一个高大的太监，这家长得身高过丈，腰大十围，满面红光，看这意思能有60岁挂零，头上戴着晋中帽，身穿晋中服，手里拿着苍蝇栓，后边呢还跟着4名小太监。在那个年代，当太监也了不得，那底层的是受苦，那要当个头也是作威作福，吃尽穿绝呀。像这位宁总管在安庆宫是说一不二的人物，一出门前仆后拥，使奴换辈，比当官的还威风呢。一般当官的还不敢惹他们，要叫他给你种几句就够你瞧的。包大人往前紧走2步，赶紧躬身施礼，总管公公，今日怎么有暇来到我这开封府？哎呦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哈哈哈哈，请啊，请请请。到了屋中，分宾主落座，从人上茶，谈了几句闲话，宁总管说明来意。我说包大人，您这次敢奔陈州放粮，为国家立了大功了，您的威名真是传遍城乡，夫孺皆知啊，有口皆碑，连我们8王千岁对您呐都赞成的不得了，了不得。那么这次我来呢，是了奉他老人家所差，给您送个信儿。明天您知道什么日子吗？哦，我还不清楚。哎呀，您公事太忙，大概没太注意。明天是8月15，正是我们8王千岁的寿诞吉日。我们千岁关照要请您过府去饮宴，这不让我来送信来了吗？包大人，无论如何您可得赏脸哦。哦，包公这才想起来，可不是吗？前两天有人提过这件事儿，这8王千岁的寿诞之日
谁敢不去祝贺呀？那还了得了，八王千岁那是当今天子的生父，一个人吃着八个王子的俸禄，一天王、二帝王、三才王、四喜王、五德王、六晋王、七贤王、八大王，国家二号的皇上，谁能惹得起呀？一般人找这机会还找不着呢。尤其这次过府祝寿，正好是巴结上级的好机会。包大人不想巴结谁，但是这个人情也要走动。好，公公千岁放心，请你回府王驾千岁，明日包拯必过府祝寿。好好，我等着您呐，恭候大驾，告辞了，告辞了。宁总管说完了，领着人走了。包大人回到屋里，背着手来回直溜，这脑子就开了锅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想起一件事儿来。明日安庆宫八王祝寿，无疑的文武百官都得去，连皇上也不例外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假如我能想办法把这盖给揭开，公诸于众，是不是就能召集他们母子团聚？可怎么掀这个盖？这具体办法怎么办？包大人想这件事儿，他左思右想，最后拿定了主意了，就这么办。他把公孙策叫到眼前，把自己的想法对他说了一遍。公孙策一听，吓得把舌头吐出来多长。大人，您这主意可倒不错，冒险性可太大呀，这样弄不好。先生放心，要不冒点险，这个事儿不会办到的。可也行，就依大人您的主意吧。好吧，包大人跟他参考完了，吩咐一声，让包兴见我。时间不大，二总管包兴打连龙进了屋，参见大人。包兴，你去替我办点事儿。明日安庆宫八王千岁的寿诞之日，我们还没有送礼，我命你到账房之前采办寿礼。是，遵命。哟，把包兴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。当下人的，这是最好一个美差得外快的机会。您想想，送礼能白送吗？肯定得领赏。到安庆宫去，那赏钱能少得吗？弄好了就发个小财呀。所以包兴非常高兴。那么大人，都采办什么寿礼呢？这有礼单一份，照数去购买。包大人写了个礼单交给包兴，包兴接过来这么一看，当时傻了。什么原因？他以为的不定买多少好东西，哪知礼单上写的是寿面一斤，寿桃十个。包兴一看没了，给八王千岁祝寿就买一斤寿面，十个寿桃，这也太小气点了。大人，他就买这么多了。就买这么多。他问，包兴一想可坏了，我们包大人大概要闹病，神经错乱呢。
就是私人走动，人情分往，也不能上这么点薄礼，何况那么大的安庆宫。但是呢又不敢抬杠，没办法，撅着嘴退出来，在账房支了一吊钱，把他朝的耷了个脑袋离开开封。这个街上挺热闹，差不离的买卖家都接待客人，干什么的都是采买受理的，那人是拥挤不动了。包青溜达来溜达去，溜达到一家，这家点心铺子在东京是最出名的。开这点心铺子的姓马，马掌柜的外号人称叫马半城，在全国各地都有他的买卖，专门制造各种糕点。这马掌柜的有本账，没事他就翻着看，是经理的官，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三科道八大朝臣，文的武的差不离都上他这订货。那账上都标着的，买去多少东西多少钱，买的是什么，订的是什么货。唯独开封府没订货，这马掌柜的还琢磨，怎么开封府还不来？哦，包的人刚回京，大概忙，可忙这个事儿也不能忘，别着急，只要不过八月十五，他肯定来订货。哼，包的人这次陈州放粮回来，大露脸呐，受了皇上的赏赐，听说还要升官，那送礼的人一定少不了，包的人发了大财了，那这机会他能错过吗？他要订那东西肯定比别的府还要多得多，我从中获利就能发个财。他正想美事呢，抬头往外一看，正好看见包兴，那是开封府的二总管，能不认识吗？马掌柜的满面陪笑，迈大步跑到门前，呦呦呦，这不是总管大人吗？您到哪儿去？包兴心里话，你甭乐，你要倒霉。我正要找你呢，是吗？总管大人，赶紧往里请，往里请。嗯，好吧。包兴也豁出去了，来到里边找把椅子一坐，再看掌柜的招呼伙计，沏水，快沏水，端点心。沏的那茶叶，那都是两对两名贵的好茶呀。把茶水沏上，点心摆上，马掌柜的给满了一碗。嘿嘿，总管大人，您是不是采买受理？你算猜着了，就为这事儿来的。那好，明儿个就到日子了，您吩咐下来，我赶紧准备，如果赶不出来，连夜不睡觉也得把数给您凑齐了。您这都订什么货？我这有礼单，你拿去看看吧，都在上边呢。哎哎，我看看。马掌柜的把礼单拿过来，这么一看也傻眼了，寿面一斤，寿桃十个，我就这些，对，就这些。那么别的您还要什么？别的什么都不要了。掌柜的也纳闷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这是开玩笑，但又不敢问。好好好，我现在就准备，让伙计给准备好了，还搭上两个盘子，上头撒了不少红绿纸。福禄寿三星人还都插在上的，你别看东西少，整得挺花哨，往桌上一放，总管您看看满意不满意？嗯，还行。掌柜的，多少钱算账？嘿，总管大人，您开玩笑呢，这点东西何足挂齿啊，我呀就当奉送，不要钱了。这什么话，不要钱你不赔账？马掌柜的心里说话，早赔了，
管我这壶茶叶多少钱呢？可他心里叫苦，嘴不能这么说。包兴点点头，那我就谢谢吧啊，以后咱们再算啊，我走了。说着端着俩盘，包兴脸红脖子粗的回到开封府，还得叫包大人过过目啊。等把东西往上一卸，包公满意的点点头，很好，这个礼物不错。然后提起笔来，用大红纸又写了个礼单，写完了往盘上一放，包兴，你现在就把这份礼物送到安庆宫。哎，包兴吓得好像没趴下。哦，这差事也是我的。这要到了安庆宫，八王千岁一看，火往上撞，嘴角一歪歪，我这条小命就没了。这哪叫送礼，这叫骂人呢。但是不敢不听，他把眼光落在大红纸的这礼单上头，这么一看呢，包兴更害怕了。包大人这礼单写的太特殊了，刨出上面写着数目之外，另外几句话这玩意怪吓人的。上写开封府正堂包，侄母过宫拜寿，礼轻人重，如若小瞧，小心扎刀。这叫送礼吗？这叫吓唬人呢。包青脖子直冒凉气儿，大人，这事儿最好您另派别人吧。为什么？我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是跑肚拉稀，外带痢疾，这肚子抿肠疼，呀，说疼就来劲儿，哎呀！包青装相，俩手捂着肚子蹲下，包的人心中暗笑。知道他不乐意去，把桌子一拍，噔！胆大的包兴，你真肚子疼吗？我真肚子疼。那好，我当时就给你治好。来人，把他拉下去重打40。这话刚说完，把包兴吓得嘣蹦起来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哎呀，一点都不疼了。你怎么好的这么快呢？他您说呀，打我，我一害怕，底下放了个屁，这气儿出去就不疼了。仗着跟包大人多年了，包公也不怪他，微微一笑，包兴，你只管放心，去吧。哎，是。包兴拖着这俩盘，那嘴咧的跟吃苦瓜似的。心说话，包大人呢？包大人，您怎么了？您这叫没事找事啊！您听我诉说实情。